哦，咱即马吼，即是咧做即个阴堂吼，八月农历七月，吼、哦，在做阴堂的即个准备，吼、哦。啊，今年新阴堂吼，主审是四部灵公，吼、哦，啊，兼即个阴阳司命帝君，吼、哦，兼即个文武判官。手底翻的手底客过。啊，即马，咱即马算在准备在摆设即个阴堂的一挂，哦，一挂手底啦，哈、哦，每一年哈，每一年咱五帝庙拢会七月时哈，拢会办理阴堂，吼，拢会办理阴堂，拢会伫二九，吼，或者是三十，吼，来拜，吼。阴阳司命帝君，吼，啊，以及主办的主公，吼，是四部灵公。哦，啊，咱七月时啊，吼，七月时啊，办理阴堂，吼，啊，以及当前的吼，加护病房的，咱一般的请教，吼，一般的请教拢暂停，吼，一般的请教，你要收件的，要问温度的，要问工课的，吼，这拢八月再来，吼，八月再来请教，吼，麻烦大家，吼。我这地哈，桌顶这地叫做红纸啦哈，就像咱咧看电视，迄包公咧办案咧客迄地，当内哈，威武迄地啊哈。卤煮、潮水，这
贾将军的好牌吼，范的啦，吼，吼，范将军，范将军，吼，这范将军的好牌，吼，啊，这算贾将军的礼个，吼，啊，这甘柳将军的半杯，吼，啊个辛苦大神，来啊，半杯，来啊，半杯别来啊，哦，好，来，这一个仪式哈，这一个仪式哈。天堂，对啦，安尼就去升等，来啊，进来啊，安尼很升等，安尼很升等，因为我代表哦，我大地哦，大天尊师哦，阿阴阳七帝哦，五波大主宰啊哈，七月办阴堂哦，今年有四宝莲宫哦，做主心哦，阴阳尊。帝君父亲安尼啦吼，啊现即时吼，七月接受申诉吼，啊即时升等，哇！你下一等来去升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啊，即个仪式了吼，会得关开，哈。哦，安尼就算完成咱这个升这个阴堂拜谢的这个仪式。哦，好啊，在此甲大家呼吁哈，咱七月时啊哈，只办理阴堂、加护病房等的动静，吼、哦、啊，其他的一般的这个。请教哈，一般的请教哈，拢暂停哈，拜托大家配合一下哈，好，多谢大家。